然说在《如懿传》和《延禧攻略》的影响下，同期电视剧的收视可能会受到影响，但《舞动乾坤》今天刚发出来的片段还是受到了关注。仙女姐姐总算表白林公，但其实我更喜欢你对我狠点，要不是你总打击我也不能爬到今天。林动，你清醒一点，你在说什么呢？小编简直不忍直视。祝孤神，你这样迟早要看着仙女姐姐投入别人的怀抱。除了林动以外，祝孤神的明星还是蛮常见的，比如可以细数到明年的刘昊然。经典场面是对粉丝阿姨把你生晚点你也嫁不了，粉丝说想要嫁给刘昊然，结果第一个反应是中国男性的结婚年龄是22岁，现在自己20岁结婚是犯法行为。真的，您的粉丝到现在还没脱粉不容易啊！甚至节目上主持人让大家情景扮演，假装女朋友有肚子疼向刘昊然撒娇，只得到一句多喝点热水。浩然弟弟，这真的是直男式的发言，你单身小编我就放心了。小生李祝孤身人设走得如火如荼，但白敬亭可能是刘昊然失散多年的兄弟吧，性格是如出一辙的钢铁直男。在恐怖童谣这个案件的时候，对杨蓉说，你看天这么冷，要不我先进去，然后就毫不客气的进了古堡。真的小白，你以后女朋友不会被你气跑吗？同一期综艺，杨蓉向白白撒娇说，我好怕，你看这个人说了什么。小编觉得白敬亭应该没有女友粉吧，如果有那也太可怜了，毕竟白敬亭可是说过想要见他去梦里最快的男人。你不单身谁单身系列参加各综艺，女孩子主动撒娇求放水，更是能说出你这样没用这种话。还有女演员自曝小白不想看人家脸上的痘痘，近视也不戴隐形眼镜，厉害了我的白，教科书式的祝孤身啊。王一博也是，有的人看着相当的宠粉，背地里只要摩托车不要女朋友，你去跟你的雅马哈过一辈子吧。小编选择做事业粉不做女友粉了，以及开学就是为了能和室友打游戏的吴磊。虽然三十弟弟你年纪小，女友粉也少，但你不觉得你的发言有些危险吗？还有这种扑面而来的祝孤身气息，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已经有了女友粉以及你未来可能会有的粉丝的心情吗？以及早就说过，不管是青春文静还是活泼还是性感，御姐都不选，选择了光辉伟大的老马的娱乐圈祝孤身持有者张艺兴。节目里形容女孩子的容貌用的是贵妃醉酒，小编严重怀疑你是看人家胖才这么形容的。虽然理智告诉我，即使是个瘦的女孩也未必会是什么高大上的词，访谈中也是一脸蒙圈的表示自己从来不关注女孩子是否化妆，甚至开始问主持人，现在的女孩是不是一般都化妆，难道你觉得街上那些好看的小姐姐是素颜吗？以及林更新，是的，哪怕是九亿少女的梦，林更新依然是个单身狗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拍戏的时候抱不动赵丽颖嫌弃她胖，还叫赵丽颖少吃两口。讲真，小编看这条花絮的时候都快笑疯了，你不怕挨打吗？林更新以及当着当事人的面说人家的自丑，所以对于你没有女朋友这件事你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了。